生苹果好吃，草莓好吃，草莓好吃，草莓好好吃，一口闷一个。生苹果更好吃，生苹果更好吃，生苹果更好好吃，一口闷三个。草莓长得可爱，甜中带酸，开胃又养胃。哼，生苹果长得乖巧，酸中带甜，滋润又美颜。我不跟你吵，价格决定价值，草莓就是比生苹果卖的贵，而且经常举办亲子摘草莓活动，生苹果就没有。就这，需要决定口味。明显买圣女果的人就是比买草莓的人多，而且经常在学校的饭后水果就是圣女果，草莓并没有。你我不想再跟你狡辩，小白们你们就决定你们更喜欢吃草莓还是圣女果呢。废话不多说，让你们看看草莓的魅力，先当一个美味可口的草莓，噔噔，销量立马暴涨20万，这下我就能肆无忌惮，无所畏惧不跑啦。顺着楼梯爬上高高的树，爬树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哦，小孩子千万别学。我就不一样，拥有20万血的草莓少女，随意在树顶之间穿梭，一点都不怕摔屁股，一步翻墙，无论多高顺势就跳，打个卡，有那么多血还酷跑个锤子，直接跑岩浆游过去，那么多血要隔壁到底有多难啊。哼，说我大意了，没注意我是虚空血量，不过现在实实在在20万血，那我就酷跑过去，因为下面没路，受到卡击，只能凭实力一步一个脚步酷跑。没办法，除了草莓，心生愉悦，冲得特别快。什么昆虫鼻子，什么仙人掌，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。谁挡我路，本姑娘可要把它撞骨折哦！这一加速根本停不下来啊！有没有好心人帮帮我，让我歇一会啊？啊！有没有好心人帮帮我，让我歇一会啊？哼，刚刚一定是幻想，想吓唬，没门。有鬼有鬼呀、啊！哦，我好像懂了，是红色大搞的鬼，里面肯定藏有凶猛大兽，能一口吃掉20万血。莫非大河马？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嘛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唐王也能成为好扳手，跳高高越过夺命红带，继续冲冲冲，六成的仙人掌都挡不住，就这零碎几颗，看不起谁呢？两条灯笼鱼。就这，我玩一血酷跑都不怕啦，直接无视。有20万酷跑，压根不怕失误。大步流星，快马加鞭，一飞冲天，踏过岩浆堆，溜过门窗阵，轻轻擦伤就终点了。哇塞，好像全是大图神迹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哦，直接复制一层高，多壮观啊！开炮！我的乖乖，电脑直接卡住，苹果应该不会有事吧？赶紧吃草莓压压惊。小伙伴们，追问一下，你们更喜欢吃草莓还是圣女果呢？还是都爱吃呢？